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咱们都看了吗？我是看了，太精彩了，处处都彰显中华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印记。开场的水鼓舞当中，十九面鼓采用了梁渚玉琮的造型，亚运会吉祥物琮琮的设计灵感也来自于梁渚的玉琮，尤其是他的头上纹饰，就是经常出现在梁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。这次的火炬星火的设计思想也源自梁渚的玉琮和纹饰，就连奖牌也借用了玉琮的内圆外方呢。开幕式的倒计时结束之后，一只飞鸟飞过空中，这只鸟儿造型也是非常的眼熟，同样是梁渚文化当中的典型器物玉鸟。可以说这次开幕式上梁渚文化可是妥妥的焦点。杭州大运会为什么流行梁渚风？梁渚古城遗址就在杭州不说，梁渚文化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很长时间以来，国际学术界有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是开始于距今3500年的殷商文明，并不认可中华文明有五千年。考古意义上的文明是指人类已经脱离了野蛮愚昧的状态，有了国家，也就是说国家才是评判一个文明的核心。那为什么说梁渚古城遗址能够证明梁渚古国的存在呢？它不就是个城吗？这个城可是不简单，它是亡国的都城。从1936年梁渚古城遗址被发现以来，持续80多年的考古研究让庞大的梁渚古城显现了真容。这是一座距今5300年到5200年的古城，号称中华第一城，也是早期国家权力和信仰的中心。那么怎么看得出来梁渚是都城呢？首先，梁渚古城是一个宫殿区，内城、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，相当于8个故宫那么大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在5000年前呀。而且根据考古发现，这样庞大的都城建筑并不是几百年内慢慢扩大建成的，而是有统一的规划调度，在短时间内就建成的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国家首先人非常多，能够调动足够多的劳动力去干活。光人多也不行啊，还得有一套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，才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。这就说明了梁渚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了。而且在古城的角落还有发现大面积的碳化稻谷的堆积，所以呢，推测当时有将近20万公斤的粮食，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在当时粮食是非常的富足。古城的西北角还发现了梁渚最高规格的陵墓翻山墓地，亚运会开幕式当中那只玉鸟就出自在这里。这个翻山墓地的发现过程非常的传奇，它是在1985年一个农机厂建厂房无意中发现的，后来经过考古发掘，共发现11座墓葬，出土了1200多件文物，其中90%以上都是玉器，制作精美，说明当时的梁渚人已经掌握了非常高超的制玉技术。在梁渚人的文化体系当中，玉器主要用来祭神，并且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，是表明身份的礼器。其中梁渚玉琮是最具代表性的，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也是梁渚人的族徽，也就是琮琮头上的这个，它呢也是梁渚人信仰崇拜的最直观的表现。而统一的信仰也是一个社会高度发达的标志，这是因为种种考古发现和研究，才让国际考古学泰斗科林·伦福如教授斩钉截铁地说道，对于梁渚是国家，他进入文明阶段，他一点都不怀疑。五千年文明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，为什么要让国际都认可呢？要知道，从世界历史角度来说，大约在距今5000年，人类社会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，都是在距今大概5000年进入国家文明。梁渚古城遗址的发现，恰恰从考古上证明了5000年前我们的古老中国也已经进入到了文明的阶段。2019年，梁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，这也意味着这一事实获得了国际认可。
除了良渚文化元素，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您还发现了哪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呢？评论区里告诉我。